啊，他还要再出去哈、哦，游轮要出来呀、啊，然后他最后啊，哦，游轮，哦，这一艘了，哇，那你，哦，真的是很强嘞，每一艘的资讯都好清楚哦。怎么称呼？我姓翁。翁，好，先生，你会不会有在经营那个这个资讯平台？有啊，有哦。哦，是从部落格开始吗？还是现在都是那个脸书 ？YT，YT， 哦 ，YT。我以前超喜欢在高雄生活呢。嗯。觉得这里生活非常的那个有节奏感啊，大家各自忙各自的，然后很充实，从早到晚大家都在很活络的在移动的，很认真过生活、啊。是啊呀，全部是在那个乙辛的位置。哦，清一色哎，清一色、啊、那一烧对不对？对。哇，那个真的是满呢，满到。刚刚那一艘算很小艘呢。嗯。那、啊、你说长四轮，下礼拜就回来了。下礼拜要。哦。星期三样子。星期三。外 T， 反正就有机会再搜寻外 T， 就会看到。
了。